屏幕，你也要打歌，加油，再来一局拳皇好不好？女生对女生，结果到底如何？屏幕，屏幕呀，哎，这样做啊，我裙子没办法。哎，我玩这个还蛮厉害的。哟，我直播玩过呢。啊，我是真的忘了怎么选人了，我真的是。来，我们要来选英雄。天哪！这要在网吧遇见这两个女孩，得围多少人看呢？现在怎么开始啊？它自动在打，哎，是自动的吗？对对对，是的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重新操作一下。那个，王总，你是帮他弄一下，来，我们操作一下，开始一下。投币，投币，来，两位投币。好，开始了。按一下继续。哎，你没加入进来，屏幕。你投一下，王德，你去上去帮他弄一下。他右边没进来。对。好。哎，两个人都在等对方先选。开始了第一局。哎呦，题目好厉害啊。哇，题目。哇，反击了。哇，哎呦，哎呀，提莫，哇，你小小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拳皇啊。好，第二局。Hey, come on, come on. Round two, ready, go.哇！好，拿下一局，现在1-1。哇，两个背摔。哎呦，哇，碧晨用残血扳回了一局。最后一局，哇，这招厉害。游戏结束。
哇，你知道吗？我站在旁边什么感受？我感觉两个女生要把这个游戏机给拆了。哎，我觉得看这两个美女比赛，真的是想到一首歌《女人何苦》。